大家早上好，在我面前有一大串香蕉，都已经成熟了。那么我们要怎样处理呢？那么同时呢，我们又能够吃到香味有营养的香蕉。第一呢，我们去找几个罐子，空罐子，这样子。一个一个，我们给它打开。这个容量是最好的，然后香蕉放一边先，一个一个我们扒皮。这香蕉如果能够这样新鲜吃下去，也是非常好吃的。不过呢，我有个方法。来储藏这个香蕉，而且会跟它变得更加香甜美味，是非常非常甜的。这个是罐子，看罐子，那么我们切了，给它放进去，切到满，基本上这样满了，但是其实不满，再挤下去，这样子。挤下去，它又有空位了。再放第二条香蕉，再切进去，第二条香蕉，然后再挤进去，挤进去，看到这边有还有很多空气，挤到那个空气全部都挤出来为止。很容易的，一下子就几乎完成了。为什么要把那个空气挤出来呢？空气会使香蕉氧化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要看到这个香蕉之后呢，还是很新鲜的，不会变黑的。那么空气呢，就要尽量跟它挤到完出来。OK，还是有一些空位，那么我再切一些下去。那么一样的，再跟它挤平。里面几乎是没有空气的，我还有一点点空位。那么，我再切多一点香蕉。OK。所以现在这个瓶子呢？几乎里面都没有空气了，就少许了。那么呢，我就用盖子跟它盖得紧紧。那其他罐子我用一样的，同样的做一样的这个香蕉跟它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会把这个整个瓶子收在冰橱。OK。但是呢，不是收在那个没有结冰的，我们要收在，我要把它收在那个结冰的，使它结冰。结冰了之后呢，整个就可以耐非常久，你放几个月都没问题的。结冰之后拿出来，它会有什么变化呢？下一期再告诉你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把它放进那个。结冰的，下一期见。